你们刚刚是在说地契什么东西啊？哦，那个什么，就一直找理由要来修梦啊！啊，我也不太确定他们到底想要干嘛，要么换戒指啊，因为他们一百等应该不会想要会战的东西啊。然后现在灵帝的话又全部都修梦的啊，之前利顿是跟我说，那个新灵帝的戒指对鬼人很好用啊，我是不晓得，你们也没在收集吧？没有，完全没有。对啊，因为我们都在打副本跟洗会战，不是不晓得啊。反正我们人够多了，只是他们一直想要用一些名目来换戒指，我是换怕到到时候真的把他们养大了，然后我们打不过。放那心情个打不那过，个，你有没有哎，先知用的饰品？没有啦，哎。我都很烂的饰品，你要吗？加进攻速度的。竟然第一回都会爆，真的是！拜托，只要到过了第四回就好，我也不想练到什么东西。拜托，我只想赚经验。MVP 战神小将，他是来换东西的吗？清楚。我感觉是啦，然后Hello。我是开两个条件啦，第一个条件是不要进加斯洛会战洗分，然后第二个是不要去领地戒指，然后要常上线这样。要是你们看到他进身上去。有那个领地戒指的状态，那我就把他踢了。那为什么他不能领啊？不是啊，因为如果是第七想来就是要换那个戒指啊。哦，换所完以。就可以跑啦。不要跟地契的有交集啊，呀、啊，可是不他然们就他有说时候他又们会来是监视我们。误入地契，可是我也觉得合理啊，因为我像我刚开始玩的时候也是进到一个被其他工会打的一个工会啊，啊，我会觉得莫名其妙，只是可能认识其中是到哪里人，是 ASA。他们会一直被打吗？最早跟那个风吹，然后后来我们的会长是朽梦的，然后还把我拉来朽梦，就来朽梦之后又被低调打，莫名其妙，被打。对啊，就很衰啊。然后去夏日啊，去连那边，结果他们连又跟夏日的吵翻，我不知道什么事情，那时候都还不晓得。好练哦，对啊，就，我后来就很尴尬啊，就站在中间。哦，我跟你讲，连那个真的太夸张是的啊。帮我炸三等一下，杀。我先卖一下东西，我再跟你们讲。小金应该好啊。知道，我跟他讲过。那要帮我炸。什么东西？三张。我炸不出来啊！我今天炸了好多，都失败了。真的假？真的啊。我都乱很炸啊，奇炸三怪，十又万，开始了。炸锤、炸斧头。就连跟那个判处只有我们夏日啊的会长跟副会长，他们不想玩精灵的理由就是因为地调瓦解了，然后没人跟朽梦作对，然后他们就觉得游戏没有不下去。是，我觉得有点夸张。以前就打副本打得很开心，然后后来就变成说要打工会。哎，这游戏打架真的，我觉得没什么好玩的，那职业相克，还不如真打的，CS。我有想过哎，如果如果练雷霆战神，对不对？我如果做70黄炮，因为我减伤嘛，这样打人就会不会比也可以玩近远战都可以玩。可是如果一直玩那个战场的话，就是比如说，像地契他们是不是练很多只？然后比如说，他
现在是出那个，比如说我们这边都放战士系的好了，那他可能就会全部都叫，就是换成那个什么法系的啊，还是其他的，就是用那个优势，然后这样子对打。应该是吧？你们说也很无聊啊，就只好再重练一只啊，练一个不同的角色。你们碰没有去玩司令？你看那鬼风玩捕尸玩那么夸张，可是他竟然打不赢小雨，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攻击型的捕尸很恐怖哎。对，捕尸比他厉害多了。我真的鬼风他穿那个什么，而且他有100杖，而且鬼风竟然不耐打，我觉得有招没？他都忙拿烧杖来烧人家而已，好不好？真的，你看捕尸坦多。他以为他学土司这样玩。我跟你讲啊，他如果不拿烧杖的话，我可以跟他打平手。而且他拿100杖哎，竟然还打输小雨。小雨好像是拿90的紫色的。对，你看学土司玩公仆，然后他我不知道，好像土司是不想教他吧。土司哦，对啊，跟 他不是才高中生，他心蛮重的哦。对啊，他是个屁孩啊，可是感觉他心机还蛮重的。我的天哪，我定身了。我怎么发觉内挂有点怪怪的？啊，没事了。哎，我觉得雷霆战神这个职业，感觉副本要跟团才能打，没跟团会死。他刚去玩死的耶。你可以单打扭曲啊，那扭曲的怪都是无视防御的啊，你减伤就很真的就很有优势。搞不好你100等应该都是单刷扭曲了，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单刷。我跟你讲，如果我能单刷的话，我现在已经开始用那只赚钱了，我不会再练仙子。是哦，啊你减伤，因为你知道吗？那个职业爆伤真的很低，我打一只怪，完，你都给我去玩死灵，哎、欸，我很死灵还不错哎、欸。妈，我至少要10万起跳了，没10万起跳我会哭死。我觉得100点太花钱了，我转身之后我要砍78，我才要升上去。女孩子，不是啊，欸，当时我本来就只是想卡78，还不是因为要跟低调打，所以才升等。可是你那个乐仔已经可以打那个78的，啊，你这只又卡78的话，欸，对啊，你乐仔本来就已经够弹了，你还要卡？对啊，没有，我可以多赚一些啊。没有，我就继续跑步啊，轻松赚钱。啊，这样不是剩谁要剩的？人家这样以后，我就可以找乐乐一起打副本了。我升一只先知上去就好啦，升上去打材料。你就把报纸练上去啊？没有，报纸就78就好了。我练同账号的好了。练那个927啊，可以，我可以给他穿我的塔罗，然后拿去打燃烧加斯洛，看他们拼个精准。